民雄乡早安公园是用猫咪造型为主题打造的亲子共融游戏场，有众多的猫啊意象设施。园区内提供多元共融式设施，予大朋友、小朋友做伙佚佗。伫假日嘛有本地公益乐团免费借用猫咪舞台表演萨克斯风，为民众提供优质休闲环境，嘛予早安公园短期内成为全国特色公园之一，并成为外地游客寻访民雄的首要打卡景点。乡长林雨林就任了后，积极重视民雄地方建设，还有社会福利等有关民众政策为首，用心做甲上好，人民上大，为着提供游客还有在地乡亲更加优质的公园环境。乡长李玉林嘛聆听乡民需求，还有建议，认为早安公园的树荫是有不足的现象，尤其以人口设施。猫咪星球的公园游戏场为首要，需要一座遮阳网来打造友善的休困环境。日前，公所已经完成遮阳网的招标作业，并且顺利地8月16日开工，10月4日完工。这座的遮阳网几乎会使予大小朋友伫日头下骹嘛会使欢喜同游游戏场。旁边小朋友在日头下脚来拍相。最新新闻，郑义贤、明雄雄采访报道。失智症是一种病，不是正常的老化，镜头不来记忆退化，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譬如讲，代志虽讲虽袂记，无头神，情绪无解稳定，个性变甲较猜忌。物件无去，唔知你安怎找顶顶的镜头？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提供对体检、早期发现、全程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